可爱。是你比较喜欢啊？对不起，为什么可以当天花板呢？太屌了吧！我怎么可以当天花板呢？哇！没有，你趴下来的话会下来。好吃吗？我没有空回避。干杯！怎么录掉？你们好 dirty 哦。So sorry， 我刚好手边有一根吸管啦、啊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我试一下那个。英雄落地，英雄救美。我刚刚拿枪出来瞄一下，我忘记拿枪了。没有啦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屋顶对不对？你就跳下来，对，干你。咖啡趁热喝，里面有加牛奶。看你，是你最喜欢的拿铁。操！我不看像射死你两个。看那句加牛奶，哦哟。小姐。里面是草莓牛奶哦。另外一个跟我说牛奶的嘞。另外一个说牛奶的嘞。这里。然后你就是跟着以梦的画面，然后让他上车，然后徜徉而去。扬长而去。要。然后画面再转回来。不好意思，可以重来吗？对不起。重来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咔。欸，我那个 ID 显示忘记关了，我看到李若琳直接走过来，操！我懂了，白痴！我懂了，对不起，咔咔咔，白痴！